妈妈的歌呢很讨好，对，大家都会喜欢，因为很直接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几首歌都跟妈妈有关系的歌。嗯，爹爹瓜呢，我们介绍一位男生来主唱。好，这位男生呢，我平常叫他名字都会叫得很嘀嘀嘟嘟，林俊吉先生。嗯，就标准的呀，就标准。嗯，要讲得很小心。哦，其实讲话讲太小心不会有感情，像以前林俊杰先生就很有感情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感情吗？那这首歌叫做《阿母的温情》。嗯，提到这首歌曲，就是安元洪先生，他在过去1992年的时候，收录在《无傲英雄》英雄这个专辑里的歌。他是描述对妈妈恩情的一种感激，嗯，非常有 feel 的一首歌。那另外一位要唱的呢？哦，这首歌是《妈妈歌词》，这条歌是日本歌改编的。哈鲁玛基诺哈哈，花街之母。花街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娱乐场所的一个地方，他的妈妈在花街上班，最希望这个赚钱养家，让他的小孩能够长大成人。嗯，可是呢，很不希望他的身份暴露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工作，立马和人给陈家公，我一见我囡啊，我家庭，谁会来捧场的，对不对？这条歌较早是陈芬兰翻唱。台语，啊，今仔日来唱的这个歌曲就适合呗，因为因拢是小时候开始唱歌。哦，这两个是吴淑敏。哎呦，吴淑敏应该算是中生代了，已经不算新生代。不过他从小到现在，他的歌艺表现让大家都非常的瞠目结舌。对，来，我们听他们两首好听的歌曲，《阿母的温情》，妈妈是歌词，来，欢迎。情夹着一蕊千种花，思念阿母的栽培。你照顾我身体勇健，也关心灵魂活命。不是为着我的将来，祈祷流目屎，付出关怀，凡事忍耐，悲伤藏在心内。阿阿母，你的温情。
这两首歌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这两首歌，第一首阿布为温情，从演唱者的样子还有他的唱功，我可以特别的感受到他的野心非常的大，好像他有一种接班人的那种
那种姿态。那另外一首歌呢？花街之母，我平常也讲，这个吴淑敏唱这歌比较吃亏一点。怎么说？不是唱得不好听。因为他没有在花街上班过，今天唱出来的感受一定会更凄凉。